脚踏开关。舱已经穿向完毕。继续脚踏，点动开关，将线从放行机自动推送出来，穿线进入脚支器，线材端部打尖，这是利用戳刀将线材端部加工成小尖儿，便于穿线进入模具。线材端部蘸点油，以利于穿模具润滑，就是先润滑一下，然后再穿模具，比较好过膜。哦，这有穿模槽，哎，就是这个小模座，穿一下。是额纹，中文，好，开始穿模操作。将线材穿入模具中心孔，在本刀架上连穿三道，一道拉式模，两道剥皮模，已经穿过一道了，第二道。好，线材在滚筒牵引，利用滚筒脚踏开关点动绕卷穿线，将线材在滚筒绕卷，六绕卷三圈吧，然后脚踏
点动开关。将线材经模具牵引出来。